爆的网络综艺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和《创造101》。偶像的偶像。2018年被内地传媒称为中国偶像元年，造就全民造星热潮。已经是深夜12点几了，这里是北京东五环附近一个文化艺术区，在这里等着的是男团 NEXT 的粉丝。这日 NEXT 的工作由朝排到晚，先拍摄广告，再拍摄公司的宣传照，第二日一早还要去录影电视节目。NEXT 七位成员2018年初透过选秀节目初登舞台，标志的五官、韩式的妆容，随时摆出纯熟的表情和动作。22岁的朱正廷是 NEXT 的队长，今日他在镜头前的举手投足是用过去4年光阴练习出来的。不过付出了的汗水不代表可以捱出头。我什么时候不出片过？很多练习生都会面临那个问题，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出道。就是你一直在地下室苦命的每天没日没夜的去练习，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你哪一天会出道。正式做艺人前，经理人公司将他送到南韩接受偶像练习生培训。有时候就来个两三个人，突然间那两三个人都淘汰了，就只剩你一个人。我当时就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的，将近一年吧，就是我一个人在公司练习，就是感觉自己看不到头。练习生被赋予偶像光环之前，一般经过至少3至5年培训。偶像训练参考了日本和南韩的模式，练习生要日复